我今天要玩宝宝决定三餐。对，我们的宝宝已经一路到一岁半了。对呀、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样是准备三样餐点，但是没有绑绳子的，而是直接让宝宝来抓。现在就是要让宝宝的直觉来决定。等一下，还没有选。我们要让宝宝呢。啊，我们呢一样准备了三样餐点，有铁板面，然后三明治，还有水煮蛋。对，水煮蛋配白开水。对，那如果等一下我们猜拳决定好顺序之后呢，安安抓到哪一样，第一顺位就要吃哪一样哦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这次没有绑绳子呢。好，蛋蛋给你。好，来，还要两颗了。好了好了，好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妈咪第一个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N 妈一 ，N 爸二 ，N 最后一个，这样有好有坏，说不定他第一个先挑水煮蛋，最爱就是水煮蛋。好好，那我就来让安安挑选早餐喽。这个要三个方便一点。这个，哎，你看三明治，你喜欢吗？还是，哎，安安你要哪一个？等一下，妈妈选早餐。你要先看，你看。哇，好香好香！你看这个，你不可以作弊呀、啊！不行，不可以作弊，你不能动手。好，你只能放着让他选。安安你要吃什么？面面面面，安安。丹丹。面面。好，这个是妈妈的一个，给爸爸。第二样是三明治。安安。那第三个是？耶！为什么啊？好。所以我抽到最后一个椅子有好处的，好，所以这是恩恩的。妈妈，安安我爱你。那你分安安吃一口啊。安安，我为了谢谢你，给你吃一口了。他不要吃。他还是我弟弟，所以我不管抽到什么的，都有标签的分他一口。哦，这么好。哇，大口。安安，我们有两颗蛋可以慢慢吃。来，我们来剥蛋蛋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总共要玩几餐？四餐，早餐、中餐、下午茶、晚餐。还有下午茶。下午茶，对，有点心。哥哥问你吃蘑菇口味的，这么好，没有蘑菇口味的。他说这个比较好吃。我的蛋要把它摔破。安安，你要不要再一口蛋蛋？这么好吃哦。喜欢耶，开口要吗？你看，那是宝宝最爱的副食品之一。对呀、啊，蛋黄。No， 他不要了。我们刚买餐点回来的时候，安安看到铁板煎一直发出惊叹的表情。哇哇哇！哇哇无言。我的奶茶冷静，冷静。我这样好笑的，叫冷静。怎么样？世界上最快的不是高铁，也不是子弹列车，是宝宝的手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谢谢你。他都在你不注意的一瞬间做出奇怪的事情。所以我的变茶叶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的手这手速是有够快的。妈妈有奶茶蛋可以吃的。哇，这里的捏开，哇，他把我的蛋捏爆了。嗯，好棒。他喜欢吃的味道吗？没有，那我再泡一次看看。我的宝宝跑走了。我们的宝宝跑去开车了。对啊。对。来，安安回来，安安 ，Go！ 我看弟弟快到流口水。对呀、啊，好像要流口水。还要吃啊？想吃。吃了一整碗。完吃。对。我嘴巴里面有蛋壳。为什么？刚刚你的蛋掉下去，拿破掉，然后奶茶里面就有蛋壳。刚掉下那个奶茶里面。宝宝，好啦，吃午餐喽。对，宝宝等不及了。那现在安安抓就是我的吗？对，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午餐有什么。我
们的午餐第一个是一兰拉面，看到尖尖，它咬我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就是一条龙的水饺，对。那第三个就是三颗肉包，小肉包，对，日式、中式，对。安安哪一个？来，哪有人这来，安安选一个，就是妈妈的。这个，海苔好，你只能吃海苔。不是我的，不是你只能吃海苔。安安来，水饺跟小笼包，海苔那个。来，安安帮我选我的午餐。哪一个？帮我选。哇，我的是肉包，肉包 QQ。等不起了，还想要吃我的了。好，开动！开动！这个一拉拉面是刚刚安发现糖吃的，我要吃葱花哎。真的，神奇的小孩。谢谢葱花嘛，谢谢，然后安卡多。我很喜欢吃葱花。不错哎。看到绿色，他就要。他是为了上面的葱花。对。他喜欢吃菜，因为他不吃面，他专挑里面的绿色葱花来吃。绿葱花，他把面要丢掉，你去爸爸那头。好啊。那需要准备一点葱花给你吗？拍手。不过他早餐不是拿那个蛋吗？怎么都只能像滚皮啊？肉都被你吃完了，肉在你肚子里。你吃完了，好快哦！我加葱花给你吃，真的。他真的爱吃葱花哎，好神奇哦！神奇的老爸。好啦，我们要了，来开始下午茶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好期待、好啦，下一餐见。下午茶咯。对，下午茶。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点心是什么。这个呢，就是拉面布丁。对。它有敷一点像酱油的焦糖酱。中间这个是豆花。它很端。对。等一下，那么大一盒要吃完吗？我就说这个应该就成了吧。一餐了吧？还有这个鸡蛋布丁，对，鸡蛋造型布丁，我想吃这个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抽吧。来给安安抽。来，安安，你要哪一个？这个。妈妈是头发。不是，我好像他应该会选蛋呢、啊，蛋很可爱呀、啊。没有，那早餐都选没有了。好，去旁边来。我刚刚吃完啦。选一个给我，安安。啊，他选酱油，想吃酱油，没有，好，那这个是我的，好，那这个鸡蛋造型布丁的声音，也太好了吧，我帮他准备了一个盘子，我刚刚吃了一个拉面了，好来，很多哎，我们来开一下这个，所以这是布丁吗？对，它叫蛋式布丁，好特别哦，它长得好像水煮蛋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很萌哎，好吃吗？你要吃我的吗？真的？什么味道的？香草，哇！加酱油咯，看起来真的蛮不错的。真的是拉面造型的。对。它荷包蛋也太像真的了吧？请问我真的要吃完那个豆花吗？我肚子里都是拉面，好撑的感觉。我要说安安对我很好吗？大胃王。完食。哇，安安吃了四颗，完食。为什么都是剩我了？我可以不要玩什么吗？这豆花很有名哎，它是屏东的菜寮豆花。安安，你要不要吃豆花？安安、啊，想吃。骗人！啊，宝宝要睡觉了。安安要失控。好了，最后一口了。完食。耶，终于吃完了。累了，下一餐见。
这个呢就是鸡排铁板面。对，鸡排。哇，还有面包、玉米浓汤配一杯红茶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咸酥鸡，里面有米血、黑轮片，还有咸酥鸡、热狗。然后呢，这一盘就是营养满分的炒青豆。你最想要哪一个呢？叮叮叮叮叮，这个啦，这个叮。你想要这一个？好啦，那就让安安来选咯。来来来来来，好香哦！对，让安先闻一下，闻一下。为什么我就直接吸？闻。哇，好棒哦！然后这个闻。他嘴巴打开了，好，我知道他会选什么了。好了，第一份呢，安安直接选的就是恩妈的。他刚快讲他就选了，我还在讲。那恩妈就是青豆。安安，我们要来选第二份。好，安安。还要豆豆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个先拿走。好了，安安，第二份是我的晚餐。好，我们三个都吃青豆，这个就直接回收。我要买一个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先把这个端走。你看，不行，他在指那个了，在指青豆。你看，猜猜看。你要哪一个？面面。弄面面了。怎么办？我们的晚餐没得吃。还要了。什么？还有这个，好，所以他选这个吗？你看他吃甜不辣了。好，如果他冻到，有啊，咦，哎，你看，那他吃了，那好吧。耶，我都是大奖。好，那就是我。喜欢呢。来颁奖。宝宝世界的大餐跟别人不一样。对，宝宝世界的大餐是禽兽，宝宝喜欢那种颜色鲜艳的东西。耶，开动喽！哎，你怎么可以吃我的晚餐？他喂我吃的。好吧。跟我的，安安。好，开动咯。耶，我要先吃我的餐包。来，妈妈弄，妈妈弄给你吃。嗯，哇，那好好，那么大盘。我的也很大一盘。有这个啦。耶，掉走了哥哥的肉。还我。安安最近开胃了，就是你弄什么他都会吃一点，他很开心。你看，好吃到拍拍手了。真的。豆豆，哎，不要再玩了，不要再玩植物了。玩，可以玩植物，宝宝。玩，玩 ，no， 好，爸爸就开阿公送他的挖土机。嗯，挖土机，对，挖土机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是要闪开。对，他要去送外送，他要去送外送。来，安安回来，安安回来，安安来，哎，宝宝绕跑了，拜拜，安安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要去哪里啦？他要去找阿嬷玩。阿嬷来抱抱。来，把他抓回来。玩死。我吃完了，好好哦。玩，玩，要把一颗水豆豆丢进我的牛奶里。真的，刚刚也吃完了。我原本以为第一顺位抽到的会比较好，结果最后一顺位的恩恩吃到的最好。对，真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也分享到这里喽，大家拜拜。大家拜拜。你在干嘛？他太饱了，讲不出话了。